上好。我刚回来，还在吃我的晚饭，边吃播边和大家聊天儿。看起来不错吧？撞上直播，说明运气好，说明我们有缘分，对吧？因为我也没有提前说我要直播。谢谢姐姐的奶茶。哎呀妈呀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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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呀！OK，好，亮亮了。谢谢咖啡乐的奶茶，Hello，欢迎新朋友。干饭优先级高于一切，那也不是，你们也很重要，所以我还是要直播，嘿嘿。发自内心，你们很重要。晚饭吃的那个叫什么？炙烤三文鱼盖饭，就是我之前夸的一家有带冰袋的那家店，很厉害。但这家今天没有带冰袋，因为它是熟的，就很好吃，还不错哦。Hello Hello，霸天同学你好，陆老板刚回来，陆老板今天在外面一天了。陆老板以为今天会很晚，因为我们刚过去了之后，那边的老师就说今天可能会很晚嘛，我就以为今天肯定会很晚，结果回来还能吃个饭，直个播，不错，挺幸福的，幸福来得如此突然。什么叫你们居然重要？你们不一直都很重要吗？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事情真太好笑了。那边那个炸毛了，那边那个老师问我，我是不是那种比较高冷的人？他今天第一次见我嘛，然后他问说我是不是比较冷，比较高冷？你们觉得呢？你们第一次见我是什么感觉？Question。请问我是否高冷？请问我现在是否高冷？这题不会，没有，就是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高冷吗？不高冷吧？冷吗？那我应该还是蛮高冷，那我说明我还不够高冷，我应该要让你们觉得很高冷才对，有点可爱到爆的感觉。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？难道是我在嘤嘤的时候认识的我吗？文艺小女生，谢谢雨欣的奶茶。进来就嘤嘤嘤，我在做市场调研，我在调研潘若瑶这个人。你到底是比较高冷，还是比较可爱，还是比较文艺，还是比较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进团第一天，就是我出道那天的时候嘛。我出道的时候，我现在看我出道的时候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觉得，就只能说啊，那是个女的。就那种感觉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说明潘老师的眼神还不够犀利，说明潘老师还不够高冷。哎，我想给大家一个高冷形象的呢，嗯，好像失败了呢，嘤嘤嘤。你们怎么都不知道，都不记得？那初印象和现印象有什么改变吗？有点像做题是吗？我的直播间是不是太严肃了？我没有很认真的要问你们，不对，我是很认真的要问你们，但是你们就是随意回答一下就好。今天化妆，对，今天去拍东西了。春节公演。周年公演啊，老师的形象，那我还是，
我发现我这个人可能真的长得一脸正气，就很适合做什么老师啊，这种职业，就是很正气的职业，对吧？我不是一个奇奇怪怪的老师，我是一个很正义的老师，对吧？没错吧？我从来不会玩弄学生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我都是为了他们的未来着想，哇，7月第一次看河被我一把子吸引住，看过来。7月份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的形象？7月份的时候我应该是个小男孩，也不是小男孩，短发形象，可爱的短发形象。头发长了短，短了长，头发不就这样吗？我现在头发又长了，我又在纠结头发的问题了。我只是单纯的想剪个短发，没想到啊，大家觉得我剪了短发就刮了，其实我完全没有这个意向，完全没有这个想法，我只是特别的想剪短发，我就剪了。我反而觉得，如果就是很帅的女孩可能还是长发会比较帅，比如说我比较觉得帅的河内的，比如说像阿星，就是长发然后又很帅的那种感觉。谢谢 Simon Rabbit 的奶茶。好奇，Simon 兔子，你的兔兔是叫 Simon 吗？长发更老实，短发更妹妹。我现在跟"老师"这个词逃不出去了，我已经逃不出老师的手掌心了。看来这辈子和老师叫什么？这前10年跟老师斗智斗勇，后10年成为老师和学生斗智斗勇，是吧？周年公演发现我是调系偶像，我是闷骚调，瞎说的。我是叛逆系偶像，大家觉得我什么样的时候，我突然就不愿意了。你说我可爱的时候，我偏不；你说我怎么怎么的时候，我偏不。对，我后面23号跳黑玫瑰，还在思考我的头发到底剪不剪。你们都是我的坏学生吗？为什么要说自己坏呀？你们都是我的乖学生，乖孩子，就是那种让人想要杀人的乖，为什么要剪？想剪就剪啊，没有为什么。说我好看，我偏不，那倒不是。说我好看，我会说谢谢，你真有眼光。坏老师能有好学生，坏老师也可以有好学生。好不好，完全取决于我心中的标准。我也可以觉得，一个来调戏我的小朋友是一个好学生呀，对不对？说我不好看，那就是你眼睛有问题，你可能得了白内障，或者是得了什么罕见性眼科疾病。长发好看啊，我觉得长发、短发都好看，就是风格不一样。然后就有点纠结，因为我想染个头，染个颜色，就是不想那么无趣，就想这辈子再染一次颜色，然后接下来就不染了，就一直都黑发了。奇奇怪怪，没有奇奇怪怪，你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当做如此，怎么说呢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我今天好美，我每天都很美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可能头发做的比较好。今天给我做头的那个姐姐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造型师姐姐。什么？这辈子？什么这辈子？我刚刚有说被子啊，这辈子啊，说染头发呀，因为我觉得染头发非常伤发质，但是我介于我现在这个头发，因为是我自己染的嘛，然后它里面有点层次不平均，你想后面我又要跳那个黑玫瑰，我想我可能跳了一次之后，后面就可能没有机会再跳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准备，我就想弄个好看点的，然后后面也有一点，就是比如说什么染卫生蛋，然后后面又要过度公演、首演什么的，我就觉得都很重要，就觉得想弄一个漂亮的发型，洋气的发型，染个彩虹妹妹，哼，绝对是这个这条街上土到极致就是潮的人，跟你讲，假发变黑长直。那个头发太长了，那个真的只能假发片，那个就算我留长发，我也留不到那个程度，太长太长了。我的视频好有御姐的感觉，拿着电脑那个，哦，是那个我们每个人的设定是吗？不乖的小朋友可是要被惩罚的哦。发型尴尬期就是现在呀，now。因为我们一般生蛋都是，就是他先挑 unit，应该染位没有挑这个。现在不尴尬，现在不尴尬，现在不尴尬吗？我今天做头的时候，姐姐都问我说接下来发型准备怎么办？她说这样长度有点尴尬，她说可以，要么就稍微修一修什么的，因为我后面有层次，以前不是剪了一次小狼尾嘛，然后就有层次，卷一卷。再说吧，也有可能。我今天白天好像是卷了的，然后现在塌掉了。修了头发一直长不长，因为一直会想修，是吗？可是我觉得我长不长，我就算长长，也就到我刚出道差不多。但那个发型有点显土，感觉就是我现在回看我出道的时候，感觉有点土。虽然现在也没多洋气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比较土。大波浪，大波浪我不行。大波浪要再长一点才大波浪。我拿电脑那个发型，我不记得了。出道单马尾，好家伙！80%的人都说我出道那个单马尾丑，居然还有人能说它好看，眼光独特。抖音上面那个吗？抖音上面拿着，看我手机呢。算了，找不到了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嗨。小黑，你在哪儿？嗨，哎，不管了，不管，这样吧，一会儿再找。好看，那可能是因为人好看吧，滤镜。对，主要是长度的问题。发型其实每一场那个让姐姐帮我弄一下，就一般都不会特别丑。视频里电脑放在桌子上，我在餐厅里啊，就是璐姐那个视角。半永久短发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觉得我有好多发型，我出道到现在头发经历了非常。非常多的长度变化，感觉有很多可以做的发型。那个发型就是扎起来啊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低马尾，就是那个电脑那次的那个发型，就是扎了一个低马尾，然后八字刘海，就是我现在这样，然后扎起来。
我公演也有过这样的发型。可能是音乐加成，别在家不理我，研究星座。针织粉毛衣的事情，哦，针织粉毛衣还在我床上呢。今天本来纠结穿不穿那件粉毛衣，我今天也穿了小薰的衣服。小薰是一个衣服很多的人，我在没有合适的衣服穿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借他的衣服。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好帮手。屁衣柜，是人讲的话吗？这是我的好帮手。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可以帮我解决。比如说衣服，我整个房间，我因为之前收拾了一下我的衣服，我整个房间现在，如果说所有的衣服是一的话，可能我只有20%的衣服了，而且我还没有购入新衣服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断层期。没有衣服穿的断层期，行走的衣柜，小薰啊，小薰，因为他妈妈特别喜欢给他买衣服。今天果然还是直的，是，没错，一直笔直呢。小薰是行走的衣服柜，那没有，不是，他衣服比较多嘛，而且他衣服都很好看。而他衣服非常潮流，我经常会在大明星的街拍图上面看到他衣服的同款。他之前有一套黑色的那个运动服什么的，都会看到大明星的同款，说明眼光非常不错。别穿了，你们敢看，我也不敢不穿，我怂，可怂了。买披件羊皮，我就是最瞩目的，最瞩目的狼吗？我可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我一站起来暴露了，我已经把睡裤穿上了。哎，我的手机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听到你震动了，你去哪儿了呀？我怕我的小可爱找我什么？大明星，我的初见，我说的是大明星，我可不是大明星，我可做不了大明星。吃饭，在吃饭呢。这饭吃了好久，不行。不跟你们聊天，我要认真干饭。看我认真干饭吧。三文鱼很好吃，熟的三文鱼也很好吃。谢谢点了一颗烟的巧克力。你一来就不聊天了。看我干饭。好吃哦，上面还有一点点鱼籽。这个饭的套餐居然还有个沙拉，哎，好棒哦！
们要飞到哪里去？好奇，单纯好奇一下。那个黄萝卜，腌的那个黄萝卜，黑姐小羊哥哥的巧克力，我今天一天都没好好吃饭。你们是一起连麦玩飞行棋吗？还是你们要飞到别的地方去，别的国度，从遗忘的国度飞到别的国度？不好吃饭是因为早上很着急就出去了，然后本来觉得在外面可以点外卖的，没想到一直都没有什么空。Happy 游戏，那就单纯的飞行棋。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玩飞行棋啊？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玩飞行棋呢？好吧，我也喜欢，嘿嘿。今天很忙吗？今天还可以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正常情况，忙就有钱拿。今天去干啥？拍东西呀。黑玫瑰的衣服没有呢，我刚知道我跳黑玫瑰，学也还没学，刚刚知道。跟你们说的钱。5秒、10秒，我知道的。刚才还有我吗？有我呀，我只是杭州没去，因为上学，所以没去。刚才也是一个正规机构，也不是说我想走就走，我想来就来的。对，我也觉得忙点好，又赚钱又充实。还能直播，你要是说像今天一天待在宿舍，我怎么可能会化妆呢？对吧？我明天要回学校上学。今天有一条可以。20号浪才在吗？应该在。Unit 可以自己换衣服吗？是这样的，今天听说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可能后面不能怎么换了。但是 solo 总是可以换的吧？不至于吧？solo 应该是可以的，再怎么样不可能 solo 都不能换衣服，那也太差，那也太过分了。就是听说之前有些歌换衣服换的不太合适，然后就被说了，所以你们应该知道吧，那些歌什么的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。对啊，换衣服得提前报备嘛，但是我们是挺报备的，我们是要跟我们舞蹈老师说的，可能有些不用吧。所以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换衣服的时候要注意，但也没有说完全不能换，就是没有跟你说以后不允许换衣服了这句话，但是，好像说了，完蛋，我在外面看的消息，我都没有看，我来再看一眼啊。谢谢醉生有目的奶茶，好香，
好像有可能不能换。没事，问问吧。不能换的话，这 unit 跳的也太没有灵魂了吧。谢谢生日帽。为啥不行？就是出了点问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。谢谢迪士尼在淘金装的奶茶，谢谢醉生永牧的巧克力，谢谢巧克力乘二。想换什么衣服？想换旗袍跳啊。对，你们应该知道。你们应该知道，你们知道就我就不用说了。直播都给掐了，哦天哪！主要最近不是建党100周年嘛，对吧？我们还一直在拍这个方面的宣传片什么的，就我们学校里面，所以一会儿会被带节奏。不会，我的直播间很清纯，很有爱的。对啊，大家都正能量。我直播间一直非常清纯有爱的，因为潘老师，你首先得骂过潘老师才行。大家一般都会觉得潘老师的直播间比较无趣，一般都不会来说一些奇怪的话，而且说奇怪的话，我第一时间就已经被我拜拜了。我不太正常，哼，我非常正常，好吗？我握手有趣啊，我握手还行吧。我握手可无聊了，我握手啊，就是那种你坐下来，然后我们开始比赛，大眼瞪小眼，就是你先放5张券。看你能不能赢我，你要是能赢我呢，我就放你走，你要是赢不了我，就继续加5张券，然后我们继续大眼瞪小眼，然后我们瞪到看我美瞳先出来还是你眼珠子先掉出来。骂人啊，是吧？你们的券是这么的，我自己整才艺，哈，握手又不是什么，叫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整才艺啊？握手难道不是你们出于爱来看我吗？又不是我求着你们来的，对不对？出5张，管上，再来5张。等到续不上券，那你太厉害，那你下次一定要来试试。领导来视察，你们是领导来视察我，是吧？弹幕一度凝固，习惯就好啊。对啊，又不是我求着你们来的，不可以对我要求这么高的，还要让我整才艺，好家伙，给你们表演一个大眼瞪小眼不错了。爱已经在交握手券的时候充分表现了，所以交完后面的事情不重要，是吗？交完走，交完我扭头就走。不来了，不来了嘛，自己那个叫什么，负荆请罪。再也不来了，那可真了不起啊，太了不起了。对鹿儿的爱就这么的淡薄，就这么的叫什么，就这么的随意，对吧？是吧？不来就不来，下一个更乖。哈哼，可以呀，我相信我的不可替代。
晃悠一圈，发现百来个里面没有潘多拉这样的人了，最后还是回来。尴尬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是吗？真不来了，劝都丢。是，这真的好惨。重新收券吧。很好笑。我挑衅你们。不是挑衅，这个叫我们是双向信任，对不对？那我信任我自己，我也信任你们，你们不愿意信任我，那就，那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热脸贴冷屁股，我才不愿意呢，我宁愿去贴，我也不愿意。好笑吗？不好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笑。我爱吃啥？我爱吃券。上次谁说我是吃券狂魔来着？说手里一沓都在我这儿吃完了。什么？互相尴尬吧？门口站着不进去？那不会互相尴尬的。我看到你一直站着不进来，我就会提起椅子过来砸过来。进不进来？不进来啊！确定啊？不进来，不进来，我走了。爱吃小后背。我不爱吃小后背。鹿肉。怎么我同类相食啊？我是这样可怕的人吗？吃券我吃得下吗？吃得下。百来十张不是问题。幸好什么？幸好我不认识你，没关系，我能看出眼神当中的不同。你们走过去，眼神当中的不同就会被我捕捉到，知道吗？雷达就是这样的。I'm a cool radar。Linda radar。都不想我认识是吗？那以后就别认识了，我们。素未谋面，网络一线牵啊，以后线下素未谋面，好吧？都不想我认识，那就别认识了。羊肉要吗？当场给我烤羊肉。哎，羊肉不错，最好是最新鲜的，最好是旁边扒皮刚扒下来的，那我可喜欢。对每个小偶像眼里都有爱，那我更不 care 了。我想要的是偏爱，我想要你对我是特别的爱，你对每个小偶像眼里都有相似相同的爱，那我要你的爱干什么呢？是吧？对，我需要的是偏爱，我需要的是你在我这里会有不一样，我在你心里是不一样的存在，懂吗？你可以把我当什么角色都可以，但我需要是那个特别的。那我可能没见过粉丝了，那没关系，粉丝少没关系，我只希望每一个粉丝对我都是偏爱，因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，因为这样就不会出现那种，就是我们大就是哎，这样说也不太好，就是容易粉丝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每个人对我都是偏爱的话，就会很不一样，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。谢谢甜辣不如酸辣的大闪。甜辣，我想起了鸡辣。什么身份都可以，可以帮你家搞卫生吗？你们家是那个叫什么？是有加长林肯的家庭吗？谢谢于心的奶茶。如果你那个是加长林肯的家庭，然后一个月给我工资开到六位数的话，我可以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都是独唯，独唯和偏爱有什么？关系呢？粉丝怎么还会吵架？好家伙，你们好像不知道粉丝会吵架一样。家常豆腐，什么家常豆腐？什么叫家常？我刚刚说到什么？有说叫家常豆腐？我不记得了。我上一秒说的话，我下一秒就不记得了。有啊，有可以。
非常可以。反正我粉丝，你们如果当中有什么矛盾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吵架，直接约那个剧场门口，然后打架，然后告诉我你们马上要打架了，我去给你们举那个 round one、round two、round three，好吗？对，我的粉丝只会跟我吵架，什么六位数可以烧的那种，啥意思啊？怎么就是给我六位数，然后把什么烧了？把钱烧了？烧钱？那你可真的思想有问题，跟钱过不去，真的思想有问题。什么？没有矛盾，都不太熟，不太熟也挺好的。粉丝之间要熟的干什么呢？就是熟也行，爱熟爱熟不熟都可以。看你们想不想交朋友了，跟我熟就行，对吧？哎，不对，粉丝跟我也不要太熟，我们之间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。我不干涉你们的生活，我知道太多不太好。什么？我去牌子是不是要穿那个车模服？哦，我问谢天一借一下啊，谢天一那个粉色车模服可好看了，机车服可性感了。那岔开到这里，我那天看他那个机车服好好看，真的好好看。跟我不熟，跟我不熟很好呀，我离你们远一点好事情，知道吧？我不能离你们太近的，我到时候把你们这个挖得太明白了，这不行不好，很机车啊，那是啊，机车服不骑车，那它是什么？那它是摇篮车，踏板车。我知道的太多了，我已经在克制自己了，我不问你们。谢谢瓦力的奶茶。什么就说吧，奇奇怪怪的话我都被我讲完了，我哪里说奇奇怪怪的话了？我会查房吗？查什么房？查你们的房吗？查你们的房，我不屑于查你们的房，好吧？不屑，嗯，我不管你们，随便你们都可以去吧。查水表啊，查水表，我不屑，好吧？这个水表是什么东西？从来不查。不查不查不查，没什么好查的呀。水表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有的时候恰巧点进去，看到有些人，对吧？就是随便看看，对吧？那你们还管我随便看看啦？都是我的好妹妹，我为什么不能随便看看？对不对？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，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巧合。偶尔，对，巧合，就是随便看看，没办法，巧合就是容易落在我头上。去吧去吧，没关系的，我从来不查水表的。水表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去抄电表啊，比较划算呢，对吧？那查水表又赚不到钱，抄电表我还能拿个居委会的钱呢，是吧？你再想想，每次阿姨来我们这儿抄电表，可趾高气昂了呢。也没有啦，他就是会敲门进来，抄电表，口头宽容，哎，也不是，我内心非常的宏伟的，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我内心装了一片大海呢。对，我非常宏伟，我内心一个大海，旁边就是长城。哦吼！谢谢消逝中的时光的夜蝶。哦吼！呵呵呵呵，信了吧？该信啊！初恋的蝴蝶，butterfly，醋缸子啊！哎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变了，我不吃醋了。吃醋又没人心疼，我为什么要吃醋呢？我才不吃醋呢。人家夜蝶，我唱初恋蝴蝶干什么？那初恋蝴蝶就不能夜蝶了吗？初恋就不能小叔夜蝶了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
什么查我的水表？你查我干什么？查我去哪个妹妹房间吗？啊？要查我去哪个妹妹房间？你们不是很好查的吗？我有听说过你们都有那种黑科技，知道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对吧？都知道的，对吧？是呀，我去哪儿我都知道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嗯，知道了你们想干嘛？啊，想看看我下一个猎物是谁？你们帮帮我是不是？嗯，你们要是这样做的话，我非常乐意你们查水表，就看看我下一个猎物是谁，然后帮帮我牵线搭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还蛮不错的。呜呼！青青问我去不去玩剧本杀？青青怎么样？开玩笑的，他不可以。什么？谢谢你们，我是别人的猎，我是谁的猎物？我是谁的猎物啊？我是谁的猎物？我好好奇，我是谁的猎物啊？哇！去。去，问问几点啊？玩什么？对，怕我把持不住，把持不住谁啊？把持不住青青啊！哎呀，朋友妻不可欺，这话说的是对的，所以他不可以。唉，纠结。我觉得去这个好贵。去剧本杀好贵，但是我今天又化了妆，还可以去剧本杀拍两个照，对吧？多好。哦，青青现在单身，哦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？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剧本杀再贵也就200多，200多呢。你们都是大款，我发现我的直播间真的大家都是大款。那你们为什么如此的大方？200多不是钱吗？啊？我喜欢王瑞琪，这话又是从哪里传出来的？嗯？你们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啊？200很多吗？200多啊，200在总选的时候可以给我投好几票呢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啦，是因为这个月一不小心花了钱有点多，给我妈买了个太贵的礼物，所以这个月有点穷。其实200多，你说一个月去个一次，这样我觉得其实还好啦。但是，确实有点贵。但是他去，这个剧本杀我很想玩。哎，去吧，我相信这个月通过我的努力一定可以。一定可以让我的业绩非常的棒的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上面有一个书名号，名士书名号，对吧？棒！谢谢草间弥口的大赏，瞎看不见，哼！谢谢奥特曼的大赏，谢谢盐糖水的奶茶，你们喜欢？剧本杀嘛，我喜欢剧本杀的原因是因为，我喜欢剧本杀的原因是因为，就是剧本杀，有些东西有些故事很棒，就是你甚至比平时的那个看的电影还棒。卡了啊，你们的网可能都需要打一下10086，再问问能不能升级。什么？刚说了什么？说最近不收礼物，说我最近不收礼物啊？是啊，我最近不收礼物，就直接就是叫什么？给我送什么发电就可以了，普通小礼物就不收了啊。
什么？一送礼物就卡？哎呦，你们这个，哎呀，你们这个网真太差了。下次来我手绘给你们办一个新网啊，膨胀了。没有没有，看看我这个直播间的题目。胡说八道直播间，胡说八道，大家要会胡说八道。哦呦，吓我一跳！哦呦，谢谢优白的皇冠。我好安心去了，这话说的。给你们付网费，也不是不可以呀，10块钱一个人，哎呦，有点贵，5块钱一个人吧。去去去，200块钱一个人。问问还有谁，哈哈哈。没到时间呢，说要到9点钟才去呢。虽然我可能在路上还要做功课，因为我明天上课。鸡腿提现9:1是，但是虽然很吓人，这个提现，你们说这个提现合法？居然合法！谢谢096A 的打赏。你们不觉得不尊重劳动者权益吗？我们也是劳动者，可他扣的不是一人税呀，我们拿了提成还有一人税啊。呜呼！哇，谢谢于心的皇冠！呜呼，I'm the king！哦，我是 the queen！没有水，那没有，那还是心疼你们的酒都去，只有一在。学口译。我知道我签的不是劳务合同，可是我做的事情难道不是劳动吗？哎，算了，哎，算了，我是一个不懂法的人啊，也不是，就是就算懂了也没有什么用，就这样吧。我是大忽悠呀。完了，青青说了一个我不太认识的人。没关系，认识新朋友。我签了几年，我就是普通的合同啊。就是如果你干得好，就续约到30岁；如果你普通，就是8年嘛。对，隔壁对的。谁呀？谁呀？不告诉你们，秘密。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想，没有搞明白这是个谁。不是小后辈，不是小，应该不是小后辈。哎，哎呦，我打这个缩写打不出来人，说明我的输入法从来都没有写过这个人的名字。什么？你们自己查，可不止这一个了。行，我要看看。哎呀，我没小号，哎呀，烦。哦，这样可以看。好啦，
我要走了，我要去认识认识新朋友，然后去玩一个剧本杀。我们房间见哦。假笑女孩。哎，拜拜。有了新朋友，忘了老朋友。你的意思是忘了你们吗？那不会，房间见，拜拜。Salut。